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，在黑龙江省境内先后成立了五省一直辖市民主政府，即黑龙江、嫩江、合江、绥宁、松江五个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。1969年，内蒙古所属的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管辖。这时候的黑龙江面积71万平方公里，人口2139万人，全省分8个地区、1个盟、12个市、37个县、12个旗，省会哈尔滨。本图是1969年的哈尔滨市，这时候估计走路都可以逛遍全市。黑龙江的省会并非开始就是哈尔滨市，其实第一个省会是北安，第二个省会是嫩江，第三个省会是齐齐哈尔，第四个省会才是哈尔滨。1979年将黑龙江省所属的呼伦贝尔盟、大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旗、莫莉达瓦达沃尔族旗划归内蒙古。目前的黑龙江省面积47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3787万人，辖12个地级市、1个地区、2个省辖县级市，共64个市辖区、18个县级市、46个县。目前哈尔滨是东北北部交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金融中心，也是中国省辖市中陆地管辖面积最大、户籍人口居第三位的特大城市。截至2015年，哈尔滨总面积531万平方公里，市辖区面积10198平方公里，辖9个市辖区、7个县，代管2个县级市，常住人口1066.5万人。